souvenir 嚟嘅，有關於嘅紀念翻。咁我諗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咁我點由細到大都係見到油桶啊，或者啲銀啊，都有即係英女王個像喺度啦。咁所以你話而家佢突然間，因為我哋成日覺得咧，英女王好似有少少似上帝咁，好似成日覺得啊，佢永遠都喺度噶啦。由細到大，我阿爸、我阿嫲、阿爺嗰代都係佢做王，即係大家都可能冇諗啊，原來真係會變咁樣。咁所以對我哋嚟講，咁就好似有一個好永恆嘅突然間啊，突然間原來一日之間可以冇咗，咁所以都想有翻少少嘢去收藏啊咁樣。香港人懷緬的不僅止是呢啲七花二世本身，可能是更加懷緬就係嗰個時代香港的境況發展，一個英治時代的香港，一個 iconic 的國際城市，一個中西融匯的地方。咁所以我估嗰個感情係 more than 一個人一個君主咁簡單，係一個整個香港的感情所在啦。K 頭先你講嗰個 KBE， 你收緊音㗎？嗰咁靚 conditions 嘅，即係佢咁企理 conditions 唔係咁容易。原來喺個廠出廠嗰時 conditions 嘅，咁啊你見到